区还没走，等着交警了。哎，说算就算了。那天上午我们在开会，讨论盖新的体育馆和新的炮兵综合靶场的事。下午一上班，命令就来了，踩了。你不是在武警当兵吗？怎么跑回来了？记得是武警战士的基本功。
兵是让您心里头舒坦，兵我当过了，任务我也完成了。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咱这个家就你是个军人了。你妈身体不好，去年提前退休了。我今天要跟我的集团军一块儿脱军装了，儿子。